我是刚刚那个和尚的113年了，7月13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复兴岗站哦，复兴宫，9:38，我拍这个是，台二班是杠杆是106杠杆的 C38型504503编组，另外一台是找回然后是104土象山的 C30型，哎，车王编组哎，001002编车王编组，先来车王编组先了，两台列车来了，一台下来了，001002车王编组哦。台北捷运站已经复兴岗站了，交汇在复兴岗。102交汇106次哦，102次有C30型001002车王编组，高年型钢轨是2号，往上三，然后106是主胆锥。C38型504503编组，高年型钢轮钢是两盒，淡水，就淡水。我们一下门。下一站中义哦。不然每次那个水果。中义。对面是北投机场，中义。零一，哎，又怎样？哎，阿姨，你也看得到我哩吼？哎，怎么？这胆子？5:45，7月13号。南庄一站刚闭着门啊，有胆机。然后106是修刚才讲，C38型503504编组。